you to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hank you to Taipei 市政府. Thank you to Taipei 市政府文化局. Yes. 好的，那么我看各位都已经就定位了哦。那我们再一次掌声加尖叫，大声一点，好不好 ？Do you love 高人？高人。There you go.在你眼里成为了无限，青春充满了不眠，是为了追寻更多的明天。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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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不分你我，照亮在心间，月也沉在星空面，在最高的双倍借以成欢。
谢谢。送给你们这首歌，《越到天黑》。又到天黑，出门时路灯都还没醒，急着跟黄昏守在这灯塔朝梦路里奔去。他说晚餐随便吃就好，反正到肚子里都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还是没有想法。他还是害怕天黑，沿路上耳机都开到最大声，他还是拒绝入睡，就怕闭着眼又想到某个画面。 She will be fine, Just something changed in the summertime。 他想去解读，又害怕眼睛变得模糊。She will be fine, Just something changed in the summertime。 我想要认输，就把自己献给万物。他渐渐不怕天黑，去上班前的回去买宵夜。虽然他流下了眼泪，但又气膨胀成一个笑脸。 She will be fine, Just something changed in the summertime。想去解读，又害怕眼睛变得模糊。She will be fine, Just something changed in the summertime。 不想要认输，就把自己献给万物。虽然只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去的角落，他满是欢喜。收完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不只是睡意意乱情迷，或者又想起你。She will be, he will be, we will be, we will be fine. 谢谢。
我是秦哥，很开心可以今天在这里遇见大家。Hello，Hello。
俄罗的朋友打招呼吗？对，俄罗的朋友 ，hello。一楼的朋友 ，hello。谢谢今天大家来，然后希望大家好好享受音乐。然后接下来介绍告人主唱兼吉他手雨安。大家好，我是雨安，你们好吗？就在昨天，就在前天的凌晨，告人发行第三张专辑喽。这张专辑其实有一种很难以言喻的感觉，特别是我们同样的同一批制作人跟着我们一起来探究告五人在很久以前写的 demo， 然后把它做成专辑，希望你们都会喜欢，好吗？然后呢，也希望呢我们可以在小巨蛋一起合唱这些歌，好吗？让我们欢迎告五人女主唱全清。大家好，我是全清。对，我们在昨天我们宣布我们小巨蛋要加场一天，在4月9号，然后售票时间是2月18，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听我唱歌。有兴趣的话来，会来吗？现场有要4月8号跟我们在小巨蛋见的朋友吗？有啦，我们加场4月9号可以抢。对，然后今天天气真的比较冷，希望等一下的这一首歌可以让你们有夏天的感觉，送给你们这首歌《爱在夏天》。这山河盛开的水流
降落，那是花开花落月失落的悸动，蓦然回首在接下来这首歌开始之前呢，其实让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乐手老师。刚我们认识三个人，但站在旁边的是我们乐手老师，也是我们好朋友。让我们欢迎吉他手小欧，让我们欢迎贝斯手展哥。然后呢，小巨蛋开幕那一天，票数售罄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满满的感谢，谢谢我们的歌迷，谢谢哈哥，谢谢。这首歌我们不知道已经唱了几次，可能还没一千次吧，应该还没，但一定有一百多次。你们可能也陪了我们唱着一百多次，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唱下去，好吗？你们老了以后还会来吗？那就看着我们一起在那个我们都长白头发了以后，他们可以带那个小朋友一起来啊，不一定会结婚啊。也不一定会生小孩吧？这样子，也许人家会有另外一半。哦，另外一半可以啊。对对对，我们会唱到大家结婚生子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带不同一个没关系了。我包容性蛮大。也有歌迷说，有歌迷，因为谢谢你，因为你失恋救了我。他失恋的时候，我们到底谁失恋？我没有失恋，我很好，我谈恋爱很好。然后那个。不是，然后他就说我失恋了，然后他听我们的歌治愈了，是，然后他又谈恋爱了。哦，那很好啊，对对 对, 对，大概三天。哦，我觉得蛮快的，我觉得蛮好的。他治愈的能力蛮强大的。对对对，毕竟告人第三张专辑也是带你飞嘛，对，看你们要飞去哪都可以。难得就是我们终于那个歌名又比较短一点了。第一张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第二张运气来热速，第三张带你飞。飞去哪里不知道，飞去你们心中想去的那个地方，或者就是在这片天空下我们交织了不同的故事。送给你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披星戴月的伤。卷起的泡沫，提
披着石头默默地走，公车从旁擦身而过，突如其来的念头，幻想化成流星的你我，明亮的眼，漆黑的宇宙，统统来自夜空。我会提心吊胆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我会提心吊胆的想你，我会告人，谢谢你们的歌歌给我力量，但其实我们真的享受的是，谢谢我们的歌迷一直给我们力量，谢谢，谢谢大家，我们是双手敬礼，好了。
始告诉他是。Thank you, the time is